各位亲爱的阿红，健康万能，阿那、啊、些网友观众，大家鸿运快乐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咱这个节目是伫阿洪中央电台，每礼拜一到拜五，下晡时四点开始，甲六点，阿来播出。当然。 对中医药有兴趣的，或者是讲对中医药有啥物疑问，伊个在病情顶顶拢会当透过咱现场电话：，逐摆讲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现场电话, 8, 場電話：逐摆讲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我拄则，我电脑会个直跳呢。 啊！拄仔镜头，毋知有跳无？来，咱下一个单元，咱就来讲即个中药爱用过即个引经药。那么是安怎爱用过即个引经药呢？根据咱几千年来咱的即个老祖先。 甲，即个临床诶一挂，即个大医生吼、哦，那么伫咧治病。发甲讲，闹即个阴茎药效果拢较好，所以咱中医有即个阴茎药。当然，阴茎药。 有介济啦，咱都讲几行啊，予大家阿来做参考，D I Y 啦吼。头一个就真普遍诶，就是啥姜母。姜母在中医诶，即个名称叫做生姜、生姜、生姜，就是姜母啦吼。那么青，姜生姜有散风寒。 暖胃、肠、治呕吐即个作用，所以治疗风寒外感，啊，甲胃寒呕吐，吃个即个镜头，甚至有有足多即个中成药，以及到即个偏比何为诶，即个香砂六君子汤呐，也是丸，那么会当用过咱即、這个。 青姜姜母，吼、哦，三片至五片，九公克至十五公克，用个水煮，啊来送下，啊来来配就对个啦。哦，你若讲药丸啊，弄个当用个即姜母酸汤，啊来食来配。 效果拢会更加好。第二，螺军螺军甲罗德军无同啦吼。咱即摆咧讲着讲螺军，螺军就是螺围诶即个军啦、啊，哦、吼，安尼你知啦吼。那么伊新鲜者较好啦，所以啥螺军，咱台湾无即个螺军，因为螺军都。 还有个新鲜的哩。那么如果有清热、生津止渴、止呕吐这个作用，适用在外感风热或者是讲痘疹初期的时阵，就是在出病啦，哦，出病你知了无？哦，初期的时阵，效果拢介好。 用过这个罗棍十至十五公克，煎煎的啊来食。伊也是讲煎煎的，要配即个银桥解毒片。这银、個、桥解毒片咱台湾无吼，因为这是大陆的。伊即个伫个治疗外感风热所引起的。 那么，嘴打、牙垮、脑疼，第用的，因为这个银银翘散就是直接中药嘛，这个处方嘛吼。啊，带了做银翘解毒片，伊有掺其他的。那么，今晚会。 本来都是会当解毒的嘛，连翘嘛是共管啦，啊，伊这个温椒解毒片伊内面一定有掺其他的啦，比如讲黄连啦、黄芩之类嘢嘛，即嘛是讲解毒嘅。那么小利亚、啊、回春丹，都像咱第一讲嘅。 效果也阁较好，毋通看即味引经有效果也阁较好。这是历年来中医师大陆那么伫个用诶提供互咱做参考啦吼。阁来盐，盐入心咱所知影嘛吼。那么盐伊会当引入即个心，就是腰子嘛。所以有诶一寡补肾药啊，吼、哦。 主要就是讲，珠宝肾阴，伊个即个药物，譬如讲大宝阴丸啊、六味地黄丸啊，吼、哦，都爱用淡盐，吼、哦，盐水啊，啊落去配啊。那么一般伊即个食盐就使差不多两公克，加上两百五十毫升的即个水。 啊，落去甲算讲甲羊就对了，若安尼就会当配啊吼。过来米汤，虾物叫做米汤？较早吼，咱拢食第一遍的米粉啊，做油印啊。起码我啊，我较早我较早人米较垃圾嘛，所以咱台湾拢用过第二遍的即个米米粉啊。 头一边先洗掉，啊第，第二步第二遍的，因为讲米米细拢爱拉嘛，头一边的拢倒掉，过来清水落去，第二遍洗洗，迄<水>个水，来食迄个第二遍的，较清气就对了。因为过去咱台湾嘛是钢管啊，哦，迄、那个臭味哦，嘛是拉煞贵咖。 即马无共，哦，即马你无听，电脑也经头刀呢，哦，所以美哦，即马有石头啊无？几乎拢无啦。伊若都跳出来，拢无，迄著是你看有了后，才佫落落去无？啊无你讲，即马你有石头啊无？你做你甲看无啦？即马进步甲安尼。 所以哦，即卖若要做游泳哦，其实淘一片的米粉就会当就会当食。哦，淘一片的米粉，米粉就会当食。伊即个米，伊会当保护胃气，什么都保护胃气。其实这米有营养啊。所以胃病的人是毋是爱食暗，对毋对啦？ 先要做暗，就是猪尾顶头迄、那个哥哥迄个啦，迄、那个咱本土话讲好做暗啊。哎、那個，暗有真有营养啊！哦，未输即个牛奶呢，未输未输迄个米龄呢。所以，一当。 做药用，比如讲，你若是犯到即个胃病，那么可汗性的即个药物，哦，比如讲姜衣丸，哦，那么都要用过即个米汤啊来配，因为你这个可汗的伤胃啊，啊，所以你若是即个暗嘛，哦，就会当保护即个胃壁，袂当去学即个较寒冷的即个中药。 啊，来上到，所以爱用个米米汤，包括阿孙阿娘香莲丸啊，嘛是钢管啊，拢爱用个这个米粉，啊，来做阵上下，才未去上到这个胃，过来就是红糖啊。 那么红糖有化瘀散寒、补血一些的作用。除了妇科虚寒，我讲、哦、到讲到妇科，我就想到阮一个堂姐的，啊，人要去甲买药啊。啊，伊讲少年的、啊哦啊啊那個那個、啦，伊讲听人讲哦，讲爱红糖啦，用啊，迄无效，迄无效啦，伊都毋知什物弯哥的无效。 啊！都我去揣伊，啊！都我人要来甲买药啊哩。啊！咱是讲人家咧出声，咱就点点点啊坐，啊！都甲听。伊讲咧问啊，不不啊！咧毋捌啦。伊讲人讲啊，什物爱爱参掺糖会怎样？用啊？迄无啊？迄无啊？安尼，伊都毋知一个啥碗糕哩。其实咧糖有补血个即个功效，因为糖内面足侪卡路里个，你你你敢知有？有诶一寡即个元素。 所以糖，糖甜嘛，甜就是、就当安啦，补脾胃嘛。所以若是胃感觉胀胀，这就袂使用糖啊。你甲想，咱用过即个红枣都好啊，胃胀胀的都袂使用红枣啊。你袂甲想，红枣内面是毋是有枣糖伫诶？对毋对啦？所以你还知影、啊？伊毋知影、啊、有诶吼、哦。 较早你大陆较有差啦，因为大陆才有咧食食咧用啦，咱台湾都无，因为咱台湾都逐个都食到拢肥嘟嘟啊，营养过剩啊啦，对毋着？人大陆就是有一寡卡吼，算讲家庭哦，较无遐尼啊，迄款诶哦，中医师开药啊，拢爱叫患者加糖落去转。 你毋通看噶，你你你通看这个糖。我阁讲，西医咧去，毋管安怎，是毋是爱做点滴？他会给你一个葡萄葡萄糖，对不对啦？哎、啊，葡萄糖你无看，有诶，你要要手术，无无无要安怎？就葡萄糖啊，你都袂枵啊嘛，安尼你知啦。 所以有诶一寡你毋能看，无价值无价值，其实伊诶药效、伊诶作用拢真大，为著毋知影，所以敢若阮阮迄堂客伊都毋知影，哎，糖无效啦！我了后我毋知咧讲，无怪人无爱相信中医就是安尼，伊著点点啦，你都毋捌啦，我我我是无我是无讲你毋捌啦，我无讲伊毋捌啦，我。我 就是人安袂相信中医，就是啊，互你变病歹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你毋知影，你著讲毋知影，著好，你讲无效，对毋对啦？那也都无效，啊！所以咱拄仔在讲诶啊，红糖有活费赤痧啦吼、哦，有活费散散寒诶补药诶即个作用啊，那也都无效，哦、啊，对毋对啦？啊 过来，熬汁就是连熬汤啊。嗯、那么你熬汤也当滋补，因为啊哪讲又清的滋补。譬如讲用新鲜的这个汁啊来煮，配咱这个石灰散啊，也当滋补，效果更加好啊。像咱有一条叫做滋补散啊。 但伊内面有青的这个灵药，吼，阿个青的这个变白，吼、哦，有当中有气味啦，我做速生丸，叫做速生丸，一当机会，所以你若是果挂咱这个。 新鲜的这个熬汁，这气味效果也更加好，因为啊呐凉凉落去，阿娘水收缩，废水积啊，都、就是利用这种的这个作用。所以那要用，当然啦，新鲜的这个莲藕洗下清气，因为莲藕拢全土啊，一路搞尾啊，对不对？全土，所以洗下清气。 啊，落去切落碎碎碎。上好即马唔免啊啦，即马拢有个过节机啊，下落去洗身气，落、啊、去拍拍的，方便噶。因为较早在大了啦，都无即个过节了，所以爱用爱切落碎碎碎。即马免，即马虾过节的内面加加的，我听得啦。所以用一寡冷滚水。 吼，阿落、哦啊、去拍拍，落去啉，止血效果拢真好。换一句话，拄啊，咱毋免讲是分散，敢若即个莲藕，就会止血啊。安尼你知啊，卖用冰啊、哦，用个冷滚水，莲藕落去拍拍，落去啉，就会止血啊。食较济啦吼，哦、就会止血啊。过来参啊。 苍耳子有通阳散寒、助发汗的这个作用，所以咱有一挂这个感冒药啊啦，吼，唔光讲，譬如讲咱这个魔红汤啦，吼，也是讲桂枝汤啦，上好掺一挂苍啊，第一发汗，第一治疗这个感冒外邪。 效果也阁较好，所以你也想有诶，较早诶感冒药、那個那個、啊，拢叫人个孙安尼去饲啊，买迄迄个虫啊，吼，包括虫啊菌、虫啊笔，吼、哦，叫你用龟扎啊呢，吼、哦，也是讲龟机安尼，迄著是做做有用，效果拢真好。 问题到是安那，叶发光，肠啊肠啊，白叶发光。哦，啊，肠、那個、啊，青青内边，阿哥哥，迄遐遐当会安尼啊，通血咩？会当通血咩？过来黄酒啦，白酒啦，哦，所以利用酒。 会当呐，会当行血化血，带动伊这个油啊，行血脉，啊油啦会行到迄个病所诶所在，所以为古年诶即个胸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拢爱挂吊，古年边有诶嘛是爱挂吊，就是啊呐，要互伊周围迄个病灶、迄、那个所在会当化血。 借着手的这个力量，废气、行、药啊，会当散到遐去。所以这种的，嘛，是这种的这个诱因。嗯、那么以，例如我，比如讲，论气至少，诶，这个，这个啥物啊？这个蜜啊，胖蜜的。啊，那么讲到胖蜜。 我昨昏看著一则新闻，哦，有诶，什么偏方有无？讲物欲会当纵容，会啊袂會,会啦，伊迄<啦>个中医师讲袂，你嘛爱看，你看,看你到底欲配什物药啊？对毋对？伊欲必会当解毒，你袂甲想，啊、对毋对啦？ 啊、是咱解到你相信，因为伊即个中医师学无够啊，知影无？因为咱台湾都看阿看阿、那个书，较早迄个黄帝内经那尔，哎，都无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所以临床又无够遐，伊讲壮阳袂使，泡迄个蜜壮阳袂使，看你吃什物药啊，对毋对啦？ 所以我定定咧讲，诶，台湾的中医实在是,是啊，要安怎讲？来，继续。所以咱拄仔伫遐讲诶，伊个黄酒、白酒拢会当散、发、嗯、散即个风寒，治疗风寒湿痹个互我拄仔讲啊，酸疼个啦，对毋？对啦？啊，药啦、肩胛啦。 手骨头啦、痛疼只啦、脚腿啦，那么血寒鼻鼻经，血寒经的就对了。鼻经就是经闭，妇路嘛吼。伊叫做产后，伊自经，啊加不拍损伤，这是不是我拄我咧讲的？迄伤拢爱用过酒，那旧年伤啊，你无用过酒。 药力无够，杀未行，就是爱靠酒来杀。寒山啊，即种诶，包括诶，阵啊有一寡中性药，比如讲瓦乐丸啊，吼、哦，博拍丸啊，即、嗯、种诶，拢爱用个温酒啊来送啉、送服。所以嘛，使讲哦，伊即白酒哦。 较早有人讲，嗯，讲讲法讲两种。有的讲是天咱即个虾物啊生错啦，啊有的就是讲太白酒，哦，较早所以才喝做白酒。所以咱拄仔伫咧讲诶，即个人体气数用过即个磅臂，手臂为手臂何为红燥啦，清热二。 二少的滴露啦，丁心草等等只，拢有做药引，有助于即个发挥药物伊的这个疗效。当然，药引啊佫真侪，药引啊佫真侪，参像香科的啦，哦。 上课的时阵开药啊，那么当然骨质会因主要下行，这有医的人拢知影嘛，吼。那么来筋骨痛风伫咧下面呢，挨个加，就是咱都晓来讲，即个骨质。所以的时啊，三门湾内面的即个骨质，因即个黄白充足。 下行治疗什么？湿热下注诶，两双脚吼，会麻麻麻啊，麻木麻痹的这啦、個。三妙丸，恁人看即三味，因为黄柏、甲虫出虫出是的，治疗诶时阵，安尼啊湿热嘛，吼、哦，治疗湿热，虫出的是啥？湿嘛。 湿气啊，所引起关节酸痛，用过这气咱这个虫子的。<作><作>那么黄柏，黄柏<北>是咧治疗下消<宵>，伊<宵>是个炎症。所以有一条无做地地方，地贝、地黄丸有无？就是地贝甲黄柏为主要的，啊加上。 杜家兰第一讲的这个骨质，或者三秒完了。所以有一挂，譬如讲，你也看腰的酸疼，是咪爱加咱这个驼胀，对不对啦？骨质、指甲，那么胯、胯部、大腿以下。 都爱加木瓜，木<櫃>对毋对？那么那是伫个身躯诶顶头诶，会当加咱即个姜啊；啊，若下部要会当加毒瓜，毒<瓦>对毋对啦？所以是毋是有,有是一一条叫做毒瓜加生汤有无啦？<瓦>是毋是安尼先？嗯、所以。 有的药引就是安尼啊，啊，还阁加当归啊，你无听讲当归带路，都、就是药引、啊。当归会当补血活血，阁会当做药引。安、啊、尼你知啦吼，诶、欸，药引改侪啦吼，包括阵安尼啊，头壳啦，咱嘛会当加一寡，比如讲药引啦、万金子啦、吼、啊、果本啊之类诶。這個 这个呃、啊，是头前听会当加咱即个呃白纸啦、挂棍啦、生毛等等遮，所以我拄仔咧讲读头顶头，敢若地清薄啊，会当加我拄仔咧讲果本，啊甲啊咱即、这个算哪主义啊，五铢鱼啊，五铢鱼。 就,天天啊、就是寒痛，胃寒痛，呾呾用个乌鸡汤啊，内面就是主要就是乌鸡啊，包括有一个参啊，足腰食吼。好啦，无咱就讲到这结束，其他个一位讲这个网络讲这個时间继续收看阿红健康访谈，<淡>再见，再見拜拜。拜拜